着温度上来了，然后怠速是有一点迟啊。Bueno, a ver si Alejandro lo puede levantar, va muy bien. ¿Llega al piso? ¿Llegas? Sí, ese lo... está bien. A ver, otro pie. Todo bien. Ah, 刚才老王试驾了啊，然后说一下试驾后的感觉如何。这个车是不错的，车很好，这个价格是找不到的，现在轮流哈瓦的轮流价，价格找不到，因为那个另外一个品牌叫什么？就是他代理的 Gele 带的那个老款的2011年的，他说卖到27万，因为他是直接进口的，因为这个是他们等于说是他们带零件组进口过来组装的，所以说那个税比较低，税比较低。然后这个也有那个自动风挡啊，它就可以抬自动抬起来。然后大灯呢 ，LED 的近光、远光都是 LED 的大灯，大灯也会有 LED 大灯，转向也是 LED 大灯，然后也有双闪，双闪看一下啊，也有双闪。好，骑乘起来的感觉的话很轻巧啊，因为对于650来说，我是很少骑过650的，但是对650来说。我是觉得说它的马力就是适中，不会说特别强劲，也不会说太软。那其他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很轻巧的车，骑起来像脚踏车一样的感觉。那就是说它的那个 grip 不错，它的那个摆动，我刚才有在路上稍微侧摆一下，感觉很好啊，就是很顺畅啊，没什么特别会歪啊会什么的。那震动方面的话呢，稍微有一点震。啊，三千转、四千转的时候呢，稍微有一点点震。那这个就是，当然了，我们不要拿来跟宝马或者是Honda的最顶级的车款来比的话，算是一部蛮好的车，很好骑，这是重点啊。